坤啊，今日我介紹你呢一樣嘢咧，係一個國際嘅金融平台嚟嘅。嘉誠，咁我盤冇揾啦。哦，呢、這個唔係盤嚟嘅，坤。你知道喎，都係咁嘅嘢，搞到我屋企人差唔多係跳樓，我老婆爭啲幫我離婚，你知道冇啊？之前我是做烧焊工程，专门供应给一些建筑项目，自然而然的接触到一些批发商，所以我就全力以赴的承包建筑工程。喂，妈啦，可是 KCC 你不然不是没笑哦，还是多让担保人啊？啊 ，OK，Thank you 啊 ，OK。那时候生活过得比较稳定。可是不久后，我接触到一个投资项目，也在那里赚到一些钱。哎，老婆，啊，不是，你看我们赚了一点钱哦。嗯，不如我们叫亲戚朋友一起来投资吧。嗯，那时候我们就呼吁亲戚朋友们也一起来投资。可是没多久，这家公司突然倒闭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原来是一个诈骗的投资公司。喂，老婆，老婆。老板，这开不到了哦！啊，那些钱是我的家人的钱来的嘞，这样我们要怎样跟他交代？啊，要怎样跟他们交代哦？那时候我怪我自己没有投资的学问和经验，害到很多相信我的人。我也没有脸去见大家，只好在榴莲吧里是榴莲维持生活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坤，你帮你约个时间出来，俾你知道一行持续性收入的生意。嘉诚，咁我盘冇玩啦。哦，呢、这个唔系盘嚟噶，坤。都系咁嘅嘢，搞到我屋企人差唔多系跳楼，我老婆争啲帮我离婚，你知道冇啊？我明白你嘅心情，因为我都系过来人。但系呢本书咧，入边讲紧嘅咧系教育、文化同埋使命。就咁，你攞翻去睇一睇。那时候我的心情很坎坷，可是我研究到这个平台的国际金融执照。而且他有商业的学问，就在我决定要告诉太太这件事。喂，老婆，这个平台 OK 了哦。什么东西了？你拿这种东西回来？你是要我跟你离婚，不要穷到只剩下钱，连人脉都没有了啊 ？OK 了，我去睡觉了，我去睡觉。这时候，我太太发现，原来她认识这个平台的创办人。老公啊，来，你看过来一下，这个 Frankie 哦，我认识的嘞。不要讲了啦，我要睡觉啦，不要等下又跳楼又要离婚，哎呀，不要讲不要讲，睡觉啊。不是嘞，他是专门帮办公室开拓外国市场的，或者你去香港那边走一趟考察一下。那时候我去了香港，亲眼看了这个平台的国际执照以及签约的证明，让我们对这个平台充满信心。同时在这个平台的领袖会，我们也拭目到很多专业人士。坤，点啊？梗系好啦，每个月非常嘅收入哦，成交我哋 ATM 机揿钱，买嘢俾我老婆咯。哎呀，好啊！四哥，嚟嚟嚟！哎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，真系啊，小弟真系好啊！哎呀，谂翻以前真系冇经验啊！哎，输又赌唔多，哎呀，边只真边只假，诶，分唔清楚，连连带你投资。唉，一个平台最紧要有教育文化，又可以充实大家，唔好因为揾快钱，利息高就中个头埋去。你话啱唔啱啊？啱啱。所以在投资之前，必须要用心去了解，珍惜你身边的人，以免伤害到相信你的人。雨季奉献给大地。